彭博慧老师长期关心偏乡学童的学习资源不足，2014年起推动英语教育公益计划，以空中英语教师团队的专业英文教学经验与丰富的教材内容为基础，开发为国小学童学习情境设计的 Lucy Sage 创意英语教材，提供师资训练、教案设计等，为偏乡缺乏资源不足的学校推动一系列的教学计划。2015年起，已在花莲、台东、高雄与嘉义多所学校推动，成果显著。这几年 Lucy Sage 创意英语教材已推广至全台各县市与离岛的课后辅导班，特别加强学童的英语听力与口说的能力。这些授课老师大部分虽然不是专业的英文老师，但透过短期的师资训练后，也可以使用 Lucy Sage 的教材为学童上英文课。在不用多做备课的方便性下，只要熟悉步骤就可以立即上课。 Lucy Sage 互动教学系统安装快速，师生使用点读笔与点读板进行互动教学与作答，透过作答的结果分析和学童的反应，老师可针对发音或句型项目再深入教学。上课中学童也会互相协助，尤其在混龄上课的班级上，高年级学生更会主动带领中低年级的学童一同练习。在空中英语教室 Lucy Sage 教学交流的社群网站里，有各地老师分享自己使用 Lucy Sage 的教学经验与方法，让老师的教学内容更富多样性，使学童爱上英文课。 Lucy Sage互动教学系统 3.0 版可以更简便的使用，有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习英语更有趣。 Does this store sell music? Yes. 学习英语已经成为台湾学童必经的过程，但如何有效的学习并培养出兴趣，老师和教材是必要的关键。空中英语教师团队持续聆听与关心所有的老师和学生。我想这一套教材当时的设计，就是因为在偏乡其实找不到英文老师要上山啊，那这一套教材刚好就可以带动我们学习英文。那事实上我们的老师他真的，如果他不是英文本科系的，他一样能够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课程，让孩子在听跟说然后唱这样的课程当中很欢喜的去学习英文。那我觉得这一套教材可以带给我们的老师更具有教学上的信心。当时泰兴国小是一个混龄的学校哈，实验学校，那时候一年级就开始跑了，全校大就是大混龄的一个课程，我们就全校一起共学。对，那事实上孩子毕业之后，那我也一直跟他们做追踪的联络哈。那孩子其实他告诉我们说，英文这一科，因为在泰兴这么样子的奠基之下，他们到国中去之后，其实这一科反而变成他最有自信的一个科目了，让学生在英文奠定了基础，然后会影响到他其他的科目也更有自信。一般偏乡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弱项，但是他们在群体当中所展现的英文却是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能力。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英文优势能力的时候，相对的他们在学习其他面向上就显得充满的自信，而且在真的人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因着他们的自信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人际关系的魅力。我很怀念以前在泰兴国小的时候，就是早上去学校之后扫完地之后去使用 Lucy Sage，然后还有上第八节的辅导课，一些特色课程，像是书法课啊、茶艺课，还有国乐。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轻松啊，就是蛮自由的，但是就是不会到那种很乱那一种，就是让人学习会比较自在，不会觉得很紧张。整个课程比较活泼，有乐趣，这样子会让学生就是更愿意去学这一课。
Riley's teacher asked her to introduce her life in Jai. Hi, everyone. 因为国小本身基础就已经算打得很好了，所以国中英文也没有说难到怎样，顶多单字量背更多一点，所以只要单字这方面没问题了，基本上考试也可以考得很好。英文这个方面要把它用在程式上很重要，因为程式的语言基本上都是英文在写的。从小学的 Lucy Says 的那些单字句子，都是到国中，我现在写程式学英文都还是会用到那些基本的句子跟单字。自己是一个台湾人，那像偏乡孩子都没有人愿意来带，然后他们都找不到老师，那我就觉得说，我找到妹啦。其实，对，其实，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效法彭老师，那他愿意为台湾奉献，那为什么我不能为偏乡的孩子来奉献？这样。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wards the goal of a bilingual Taiwan in 2030. We don't need to worry that there aren't enough English teachers. Technology can help us solve this problem. We don't need to worry that kids don't like to learn English. If our teaching resources are interesting and fun, kids will love to learn. This is the purpose behind our Lucy Says project. Our hope is that Taiwan's kids can enjoy speaking English.English is a window on the world that can give them a better future. So Taiwan, 加油！